让我解释一下嘛。那 不定时再来玩快闪抽奖哈，刚刚抽完一波了。嗯，看来被我猜中了。八十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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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十八。哦，离开工作台见面也会爆，怎么贱呐？我好好玩哦，你们要玩《不稳定金属》吗？啊，我很久以前我已经玩过，不想玩那种东西一起玩。不要。Together，一出，一起玩。啊，请问我的电池呢？杰克大大。好啦，好，我先送你的电池回去哦。你四十送你分的钟前电就说好了。送你的电池，我刚刚一直在攻略地下城啊。送你的电池，放我之后再升级我的，我直接送一颗新的给你。本来就这样子。哦，你什么的？哎，我这里怎么缺一角？你怎么会缺一角？哪一首歌啊？得得得得得得。啊，这里怎么缺一角了？来，繁星要放哪？我不知道放哪，可以放多诶。先放，继续冲。他是最高级的了吗？对啊，好啊，那帮我继续放这边就好。晚点要但它把这是满电的哦。板砖。那门店我要放哪？看你要放那个钓鱼机那边还是？啊，痛。正常的。差三个啊，看一下哈。啊，不是这个，抱歉。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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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耶，好了。啊！走进一不是东啊，西。不稳定金属听起来就是会很失控，但是不会爆炸啊。像拎北泥鳅一样啊，北泥我已经鳅，丢啦。那好多、哦。小，别逼我用科技力量哦。科技的力量。快点。咚滴咚叮咚。八十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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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十八。OK，地板到开这里始真的不好响。累哦，第二个哦，你是说这个哦？哦呦呦，这个吗？哦呦呦。奇妙玻璃吗？还是深色奇妙玻璃。为什么都挖不起来？哇，好起来了！哪一个？这个吗？针剧头场玻璃，不会发现。强化砂，砂纸加玻璃。啊，我的铲子在这里。感谢牛排，感谢牛排，感谢牛排，感谢牛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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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排。比较怎么盖比较？第三个是挡光，要深色才不透光，那么麻烦啊。这个吗？暗色玻璃。哦，就是在加黑嘛。OK，行，没有问题。我快要压制完成了，我好感动啊！压什么？地狱堡垒的神快传，都快抓回家了，通通带回家。只是等一下，可能要做一下分类啊。这样玩好。不要，放肆。好，
整地完成。这里换一换好了。这次来来来，这里黑的绿绿的，哦哦哦，什么了？好爽！发生什么事？好好玩啊！我的就卡塔植物在配运输带，什么植物？卡塔不是会弹来弹去的吗？你把老家玩够了吗？好啊，还有东西可以吃啊？为什么你们在说食物不足？你可能想给我粮食，给我更好吃的粮食。你这太难吃了，是干嘛啦？你很爽。柜子里面有牛排，他们不吃，跟我说食物不够。他想吃好玩吗？蔬菜他吃腻了，还不错。蔬菜没办法种哦，他不会采收。啊，你是想吃蔬菜？讨厌哦！不会采收就不要吃啊。谢棒棒糖，谢谢，感谢你们进化。繁星的猫没有啊，补补啦。你给我看过猫这么可爱的吗？你看哪只猫长这样的？对啊，耳朵那么大，会跳的。哦，这边，啊、哦，放，好玩了吧？喝这个真的很有耐心，对啊，不会采收啊，因为我们伺服器开防爆啊，所以他没办法采收啊，对啊，他只能看而已，他就只能看，燃料放吗？包错东西，哦，我又包到地狱石了。我喜欢把地狱石带回家、啊。我不知道啊，蛮喜欢打包的。这么喜欢地狱石哦？对呀、啊。然后我的纸箱又不见一个了，不知道跑去哪了。这门又坏掉了啦！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是倒住很多。这门我又进不去了，我又进不去了。这门走开了，再来，再来。嗯，再来88，再来88，还包多少？对了，我还有一般的居民吗？还有游手好闲的居民吗？抱歉，我想上班。好像都有职位耶。怎么好像又卡上去了？既然已经种植物元素了，就不用种甘蔗了。甘蔗干嘛？甘蔗不用了啦。甘蔗能做什么？好玩哦。嗯。欸，至少他会回家睡觉，不会在野外睡觉。我不补。为什么要开防爆？对啊，怕地图炸得乱七八糟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观众就想看我们炸乱七八糟。这就是观众。这就是。然后看完觉得很爽，然后就不会想再来看第二集，因为很爽了。第二集已经炸完了。那、哦、这你们那边有下雨吗？下雨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是现实。有啊。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下雨，超冷。我们这边已经下了五天了吧？你知道寒流来袭吗？哦，这我倒是不知道。新闻报很久了。对啊，已经报好几天了，你怎么不知道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，真的。不关心时事。这个人都不关心时事，这样不行啊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讲天气吗？为什么讲12/14嘞？
不知道小熊维尼有一拉，该知道的不知道，不知道的也不知道。那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奇怪，这些祭司会无聊乱长是不是？我明明就已经杀掉一大堆啦。嗯，这种模组会升级，蛋会自己变成小鸡是不是？不会吧，好可怕哦！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模组，就是你鸡蛋掉地上，有些会变成小鸡。我们是包有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没有包，因为我看我的那个不能到鸡工厂这边，还是很多鸡蛋啊。你是因为有自动回收起来吧？我没有回收，我就是放在那边。干伺服器资源，就你，就我，是你，就你，整天都是你，是抓到了吧？就在钓你这句话。我，不好意思，又是你哦。怎么全部都是你？对，我要加个。你怎么没良心啊？你们两个唱的好像不太一样呢。啊，杀光了，杀光了，真不能到。嗯。对耶，上面两个。哎，又有鸡的那个哎，战利品。哦。他能干嘛？给你蛋干。哦，那你可以再拿鸡蛋再丢，就会更多的鸡。对啊，合理吧？哇，好合理，好棒哦！真的，这么棒的设计，第一次看到，真的好棒哦！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的守卫从屋顶上爬下来啊！你 FBI， 他本来一直在那什么市政大厅的屋顶上面走来走去，结果我看看他竟然走下来了。现在拍谁啦？下去。市民小屋，高一点。嗯嗯，那个，哇，真的进来了哎，好猛哦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要死在自己家里啊！啊啊！雷达，酸呀！又是酸呀！酸呀！你要被我？我觉得团团比较适合当酸呀、啊。他不是说那个吗？那个凤梨哦，还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当酸呀、啊。这样，嗯嗯，你的红怎么处理哦？你的红就把女儿丢下去啊？什么东西？你问我怎么做女儿红？女儿红要怎么处理？女儿红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嗯，好，就这样吧，确定。OK。嗯，这是两个吧？哦，对，两个。好。薯条，薯条在楼下。嗯，哇！今天天花板总是会很多屑屑掉下来，正常。项目板，项目，这个，还有什么？应该先这样吧。哦、我知道装饰墙啊，可是我这个之后还是会改掉啊。这只是心血来潮盖好玩的，等一下会全部拆掉。所以要是芒果啦，不是凤梨啦。你们要讲什么？没有啦，就我说凤梨是之前在 Lane Park 的时候讲的。
哦，我说聊天室啦。应该在感觉在纠正我吧？说孙亚明就是芒果。喂呀，孙亚，喂呀，团。大家穿短袖啊？穿短袖怎么了吗？我也穿短袖啊。然后这边寒冷有没有？啊，好冷哦，好冷哦，怎么这么冷啊？好冷哦，为什么这么冷啊？楼梯，噔噔噔噔噔，楼梯还是不够啊。嗯，啊、哦，不会冷啊，不会冷啊，这只是个比喻而已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。嗯。啊，好，擦木楼梯，擦小木楼梯。啊，说到这个，嗯哼，啊，算了，马上我。你怎么了？说完，好啦。你们要干嘛？啊，我那天就是要问你，就你们在线上的啦。我要借那个可以把东西替换掉的那个法杖吗？法杖，对。哦，我在我这啊。不是。就，好，我去找你。磨粉机有比较快的方式，我感觉磨好久。去 Seven 磨。哈基家吗？哈基家的有升级啊，他的哈基家的升级啊。我现在